第三个，如何制止？这是待人接物，用什么样的态度？啊，和颜悦色。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内因里面真诚，外面如何？菩萨了。啊，大乘教里头，在中国，如何制止？用弥勒菩萨做代表。啊，弥勒菩萨满面笑容，把他老人家摆在大门口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人可以进佛门来？笑眯眯的就可以进来。啊，这入门呢，入门要欢喜啊。对待什么人都欢喜啊，欢喜就能把别人的罪障化解了，没有怨恨，才能化解冲突啊。带着怨恨，那个冲突是永远不能化解的啊，真诚的爱心就能把问题解决。啊，解决争端。细思争命也在所不惜。